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在炎热的夏天里面，但是我们依然献上我们感谢。天气炎热，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你的旨意，有刮风，有下雨，有太阳，有阴天，我们知道这都是你所创造的世界。你为了使大自然能够从你获得你的创造，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炎热，我们的心里面却是用一颗渴慕的心，向我们渴慕凉爽的阴水或是凉爽的空气一样，渴望你的爱，渴望你的教导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暑假里我们会有各种活动，我们青少年到外地去短宣，也求你照顾他们，也感谢你照顾他们，都能够得着神你的带领。我们也祈求你照顾我们所有的生活，都能够蒙你的引导，蒙你的恩惠赐给我们满满。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，我们心爱你，我们渴望生活在你的怀里，我们渴望每天与你同在，享受你的大爱，也祈求你医治我们受伤的身体，改变我们原有的生命，走上我们应走的道路。我们服侍你，求你鼓舞我们，托住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来雕琢我们。我们献上一生，愿意跟随你，求你照顾我们早上所有的敬拜，都蒙神你的悦纳。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好，我们来看一节，看一段圣经，创世纪32章，创世纪32章22节到31节。经文很长，但是我们呢也一起来念吧。好，开始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使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一个人。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后腿摸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因为你与神与人都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：“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何必问我的名？”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取名毕努毕努伊勒，意思说：“我面向神，我的性命仍然得保全。”31节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毕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恭读他的话。